4:30，欢迎收看华尔街大事，我是丁时芬。台北股市呢，今天持续往上攻，加权指数部分今天上涨了52点，收在9375点。不过成交量能跟昨天比起来是缩了一点，今天只有859亿。好，现在指数呢持续往上，接下来有没有机会打了第二只脚去挑战颈线呢？还有接下来到底这个有没有机会持续往上攻？因为明天第三天是关键。节目上刚问想要专家，就是华信投顾资深分析师张大文，大文哥好。时芬好，三立投资朋友大家好。大文哥，今天指数不止涨，而且很多个股都乒乒乓乓。当然，大家说这个股王大力光啦、联发科指标性的，还有像是昨天特别提到的太阳能的郁金，今天也在涨，再加上宏嘉金的宏准，这些之前节目上点到的，今天表现都跳出来了。接下来还有没有哪些个股是持续可以关注的？哦，好，首先啊，世芬刚刚提一个重点，到底指数啊，大家好好想一想，对不对？三天前啊，杀到9100点附近啊。每个股市老师都在恐吓你啊，希腊倒债了，哈哈，台股崩盘啊。那我讲当天啊，很抱歉啊，大户筹码斩钉截铁的，斩钉截铁的，斩钉截铁的告诉你，大户筹码怎么样？9118向上翻多啊，6月29号，很辛苦哎，啊，当天告诉你要大户筹码翻多，很多人还半信半疑啊。今天不讲，已经来到9300多点了。你前天相信大户筹码，跟紧大户筹码的动作，跟紧大户资金的脉动嘛，讲白就这么简单。今天又是200点了，200点哦，听清楚啊。啊，至于刚刚世芬提到明天会不会继续上攻，会不会继续大涨，很简单，问问大户筹码嘛，看看大户今天在干什么。大户今天在干什么？我待会给你看就好了嘛，我待会给你看就好了嘛，啊，所以今天操作大家要弄清楚啊，前天大跌对不对？哦，希腊倒债了，道琼跌300多点了啊，很多节目就跟你分析了哦，希腊崩盘了，道琼大跌300多点，带你拼命放空。所以今天让你知道操作的关键要掌握什么啊？一天到晚美国什么恐慌指数啊，掌握美国涨跌吗？那你去美国操作就好了嘛。你在台湾搞什么东西呢？一天到晚希腊，那你去希腊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放空希腊股市啊，把国家空到跟圣华一样下市也可以啊，我没有意见啊。你要了解台湾的大户资金的结构在干什么，这才是关键嘛。啊，所以我一再强调，今天你想赚钱，你要掌握的是什么？大户资金的脉动嘛，到底大户进货还出货嘛？你今天连大户进货出货你都搞不清楚，每天听消息，每天看报纸，每天看美国涨跌，每天那边搞什么恐慌指数，每天那边搞什么希腊倒债，你讲你搞一辈子都是后知后觉了，哦，对不对？搞不清楚。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今天不管你操作指数股票，对吧？你今天掌握到大户资金的脉动。到底大户在出货做空还是进货转多，这个才是关键嘛。我所有全国大户筹码的用户两档股票就好了，来导播，第一档宏达电，导播照一下后面电脑啊，今年从159块，从159块怎样大户筹码一路转空啊，啊，有没有啊？你是多少啊？全国多少？哦，电视好像照的不是吧？啊，好像上证参考指数吧？是不是啊？159一路空下来，有没有？杀到多少？71啊！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来，导播下面一起照一下，下面一栏，哎 ，come on， 时间有限，下面一栏照清楚一点，有没有？从159一路出货转空，噼里啪啦。噼里啪啦，稀里哗啦，杀到71，重挫50%。同样的红准，2354，有没有看到？大户筹码从82块，一路进货转多，一路进货，到今天的高点120，还在创新高呢。哎，今天你有大户筹码，你告诉我你会赔钱吗？全国投资，今天你有大户筹码，你做股票会套牢吗？对，早上听到新闻一个消息，说今年所有台湾股市每个人赚好像
5000块。我看啊，什么赚5000块，连阿土伯宏达电自己说170一路加码，赔了数百万。那你就有大陆筹码，你宏达电会从170、150、100一路加码吗？你相信跟紧大户的动作啊？坦白讲，今天大陆筹码就是让你掌握到大户资金的脉动嘛，对不对？掌握大户筹码的脉动嘛，操作哪有困难呢？啊，获利哪有烦恼呢？这一路以来，大盘全国投资人从四月份万点一路告诉你，大户筹码转空9700、9600，一路转空转空转空啊！全国投资朋友，这1000点的行情，你听大户筹码了就好了嘛，对吧？你看多少啊？多少这些 A 卡老师，4月份万点，告诉你主升段啊，往哪主啊？9700告诉你会嘎空，就崩下来，崩了将近1000点。杀得灰头土脸，对吧？啊，半个月前跌到9000附近了啊，每个都在跟你恐吓啊，希腊要倒债了，要崩盘了。哎，大户筹码半个月前杀到9000附近，跟全国投资人讲什么？啊，兄弟们，大户筹码9009、9037向上翻多啊，9227再度翻红进货，有没有？一口气又涨了360点，上礼拜大涨。上礼拜大涨了300多点，大户筹码领先预告，怎样？9342大户筹码再度转空翻绿，出货了。大户出货了。上礼拜啊，涨了360点，你这一波相信大户筹码，跟着大户的动作，300多点的行情，又是你囊中之物吗？上礼拜大涨了，哦，开始了，又在上看万点了。哎，抱歉，上礼拜我们特别节目跟大家报告，对不对？波段多单300多点，有没有？逢高不仅把握获利，9342为什么要转空？为什么转空？大户筹码已经开始怎样？大户的资金在出货了嘛？结果呢？从上礼拜9342、9197一路大户出货翻空。前天6月29号，重挫200多点嘛，你听话就好了嘛。从9000、9009、9037大户进多，9227再度大户翻多进货，大户进货你就跟着进货300多点，大户开始出货，警告你大户出货，当然要向下修正嘛，是吧？转空当然崩了200多点嘛，前天杀到918，哎，全中华民国。每个都在恐吓你，哎呦，恐慌指数啦，啊，又是希腊倒债啦，啊，前天我们讲的很抱歉，对吧？前天崩盘谁不知道？大家都知道。前天希腊倒债谁不知道？大家都知道，对吧？道琼大跌350点谁不知道？但是前天大跌，大户在进货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今天没有大户筹码，你怎么知道？啊？所以前天大跌之后，我们干什么？有没有大户筹码空单部位？趁跌到9120获利回补，赶快回补，赶快回补。为什么大户翻多进货嘞？你还不相信？哈哈，29号有没有大户筹码918翻多嘞？哎，你还不相信？啊哈，对不对？你还在那边相信你的老师崩盘逃命？哈哈，6月30号有没有一开盘？6月30号一开盘，道琼倒过下面一点，是不是挡到了？对不对？道琼大跌350点，啊！6月30号一开盘，告诉你大户筹码9118翻多了哦，支撑9120持续向上操作，到了9点半，台指还在9124。昨天早，张老师啊，那道琼崩盘呢，希腊倒债是啊，但是很抱歉啊，大户筹码告诉我们，大户的资金。在强势的做多吗？那你要听谁的？对不对？啊？甚至今天一早，台指还在9184，有没有？大户筹码9118翻多，短线9190附近拉回，还是要多方操作嘛？啊？今天一早，邱先生，从前天九一八，
今天一早开盘还在9180附近，有没有？大户筹码还在进货，一片进货，大户筹码一片红，都一直在进货嘛，从前天就一直在进货嘛，今天嘎到多少？9319，邱投资，到今天呢，又是200点呢，200点呢，啊，那前两天对不对？有一个投资人可爱，说：“哎，张老师啊，你们这一套东西哦，是不是技术指标啊？啊，把它修正一下就可以了，这么简单啊？啊，你就告诉我，今天全中华民国有哪一个技术指标？现在卖软体的很多，我跟大家声明，你不要搞错。”张老师，我不是来给你卖软体的，啊，你要买，你想买软体，你去找别人，好不好？很多节目，一些年轻老师啊，技术指标弄一弄。那你告诉我，有哪一套技术指标，有哪一套卖软体的，从1000点、9700、9600一路告诉你空空空空空啊，打到9009了，告诉你翻多，翻多多多多多。啊，有哪一套软体去上礼拜大涨了300多点，上礼拜来到9370，告诉你大户筹码转空，你告诉我，有哪一套软体，有哪一个技术指标上礼拜934领先市场转空，哈哈，然后前天大跌200多点，告诉你大户筹码转多，有哪一个？就这么简单了嘛？我点到这样试货的人，你就赶快啊，好好的珍惜这一套操盘的工具，我不是给你卖软体的，啊，我们是把大户的整个资金的动向，让你同步的做分享嘛。你今天很清楚大户在干什么，你告诉我你会做错方向吗？嗯，当然大户啊，今年台湾这个啊，这一年来啊，这个反复情节蛮重的哈、啊，从这个对不对，顶新啦，收水油啦，啊，现在大家提到大户就很讨厌啊，他当然。但是这来到股市很无奈，啊，虽然我们对大户的所作所为，我们相当的厌恶，对不对？啊，甚至把他关到死，我想啊，去年对不对？顶新的事情，啊，但是你今天来到金融市场，很抱歉，你要赚钱，你就是要跟紧大户的脚步啊。大户在出货，你一路买，像宏达电，大户从159一路出货，你买给我看。今天连台湾的股市知名人士阿土伯都一样惨赔嘛？那你今天有大户筹码脉动，资金的脉动，宏达电一路告诉你空，一路大户在出货，杀到71块，红准从70-80一路翻多，今天120，你看这两档股票一来一回，一个跌50%，一个涨50%，你就差1倍嘛，是不是这样啊？那股市也是这样子啊，我们不是来给你卖软体的。这一套大户筹码啊，对不对？是让你领先市场，掌握大户资金的动向嘛？前天崩盘大跌，希腊倒债，道琼重挫300多点，大户筹码已经领先翻多进货，那你当然要做多啊！你当然空单要懂得回补，甚至懂得要反手向上翻多啊，对不对？昨天一开盘，对不对？还是要向上操作嘛。今天一早，对不对？在9190附近，还是要做多。为什么？大户一路在进货嘛，大户在进来，大户一路做货进货，那你为什么要空呢？啊，为什么要鸡蛋碰石头呢？是不是？一路嘎嘎嘎嘎嘎，到今天又200点了。那今天来到这了，来导播，导播，今天涨到9319，全部都是自己看一下。到了9300以上，大户开始怎么样？有一些获利调节的动作了。所以我让你自己用眼睛看呐、啊，啊，前天大跌，也不是我看好，对不对？前天大跌谁敢看好啊？啊，前天大跌，你开玩笑，我跟你讲，敢看好的人是疯子啊！为什么？希腊又倒债嘞，对不对？欧美股市崩盘嘞，谁敢看好？没有人敢看好。但是大户筹码告诉你，大户资金的动向在进货，你不用看好，你赶快跟着大户做就对了嘛。干什么每天看好看坏啊？啊，一下大涨，涨到1000点就告诉你是主升段，啊，跌到9100了就告诉你希腊倒债要崩盘，那都是后知后觉，好吧？啊，全天大家都害怕，大家都恐慌啊，大户筹码翻多。到今天就是200点，
今天涨上来了，对吧？大户开始怎么样？开始啊，9300以上开始有调节的卖压，所以今天全国投资人自己看看，大户筹码918向上翻多，今天涨到9311附近，短线大涨了将近200点，所以今天我们请投资朋友逢高获利调节，是不是很清楚啊？那大户筹码短线既然有调节卖压，所以明天当然会有怎么样？会有所谓的重要的回马枪，啊，回马枪重要的拉回的切入点是哪里？你要跟紧大户筹码的动作，好不好？那再来，我们波段的程式那更清楚了，啊，邱同志，你看看从6月18号，哎，到今天7月1号，半个月来，邱同志们呀，9045翻多，9000附近一路大户筹码翻多，9235再度翻多，自己看看，一口气大涨了300多点。从上礼拜9348就是翻绿翻空，下杀又是200多点，杀到9135翻多，到今天9319，这又184点。你告诉我，这半个月这三趟的转折，全国投资人不是开玩笑的，高达700多点的行情啊！啊，有我们大户筹码的，对不对？有这套工具的啊，全国投资人拿出来做见证了，来导播。自己看一下，自己看一下，来找我啊，什么？6月18号9045是不是翻多？导播下面一起照，啊，一片红，是不是？啊，一片红，有没有？一口气这啊那些娃子，上礼拜9348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翻空了？你就看看上礼拜到今天就好了嘛，9348翻空翻绿，下面是不是一片绿？啊？9348翻空，你会接多吗？杀到9100附近，你告诉我这里，是不是200多点？200多点啊，都写给你看了嘛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赚200多点的行情？然后9135开始翻多，到今天又来到9300了。光这两趟啊，全国投资人，下面一红一绿一红，有没有？别的我不要讲了，光这两趟的行情，多少点？啊？光这两趟就好了，又快400点了。赚钱难不难？你今天掌握不到大户的动作，你每天都傻傻的，对吧？啊，大涨的就想做多了，是吧？哈、啊，我就讲吧，上礼拜我救了一个高雄的，对不对？一个王先生打来，哦，有10口多单，我说你倒大霉了，大户出货你还有多单，还10口，啊，听了他下了多单，赶快。对不对？上礼拜很听话啊，听话我就恭喜他，对不对？10口啊，哎，这10口他是报到昨天，这200多点，一口40000，10口就40000-50000了，命都去掉半条，是吧？那打下来前两天又有一个台北的啊，对不对？我都不要讲谁了，都是老朋友了，打电话来，哎，张老师，我想放空，我说大户在翻多，你空什么？对不对？到今天又快200点，所以投资人。啊，我讲很不客气，你们今天的操作，很多节目也是一样，都在用眼睛操作，涨了就看多，跌了就看空，希腊倒债就告诉你要崩盘，道琼跌300多点告诉你崩盘，结果对台湾内部大户资金的动向完全不了解，所以我今天告诉你，大户筹码不是在这边卖你操盘软体，我们不是在卖你技术指标啊，啊，我讲了你要买技术指标，你去找别人。对，你要掌握到整个大户资金的脉动，大户到底在出货还是进货，很简单，好不好？你赶快啊，这个下载 APP 程式，好不好？跟着我们同步掌握到大户资金的脉动，那你当然你不会成为输家嘛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再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再来，这一路以来我们跟大家报告的股票，对不对？不论是像第一阶段的红准呐、啊，啊，导播电脑是不是？看一下哈、啊，这个，这里都有啊，红准也好，对吧？那这个大户筹码的翻多的股票，这个景德啦，哎，今天红准还在创新高哎，这涨不完啦 啊， 啊。那第三阶段，不论像这个翔硕啦、玉晶啦啊，很多东西啊，你就要掌握资金的脉动，对不对？这个。红准今天大家清楚见证了，啊，
大户下面一路进货，今天红准还在创新高，120嘞，还在创新高哎，对不对？那像翔硕也是一样 ，Type C 啊、USB 的这个商机，哎，股票是有涨有跌。你看翔硕从214大户筹码出货翻空，一口气跌到140哎，这跌了70块，它也是会崩盘呢。来到150多块，大户进货翻多，有没有？你看今天飙到多少？270。所以大户的结构很重要啊！哦，再来跟大家报告太阳能的族群，对吧？已经跟大家谈了一两个礼拜了，对吧？像玉晶，它也是会跌啊，22块大户出货，噼里啪啦，哦，跌到10几块，也很重哎。从17块，告诉你大户开始进货喽啊！今天玉晶全国投资没有，来快来到21块哦，还在创新高哦。那再来像一些股票啊，这个太阳能族群也是一样啊，像今天这个。盛阳科，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有没有？盛阳科也是一样啊，大户筹码翻空之后，也是一路大跌啊，哦，20块跌下来。那近期太阳能族群啊、哦，整个大户进货的结构很完整啊、哦，所以大户太阳能族群到底会涨到哪里？好不好？那至于指数操作，明天会有一个重要的拉回回马枪的切入买点，要怎么操作？大户筹码会在第一时间，好吧，跟你。这个发出啊讯息啊，你跟紧大户筹码的动作，好吧？我们待会回来继续报告。好，跟着房间分析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金矿操盘软体说明会，教您如何趋吉避凶。7月11号礼拜六早上在屏东，下午在台南；7月12号礼拜天早上在中坜，下午在台北。免付费报名专线0809-077-888，0809-077-888。你今天吃了什么？你运动了吗？每天疯传的健康资讯多到爆，危言耸听。真假难辨，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？不要轻忽小问题，魔鬼藏在细节里。专业顾问团队守护健康大小事。我是雅芳，八八健康有方，让您健康 N 次方。5月11号起，周一到周五，每天晚上9点，三立财经台、三立新闻网同步播出。水冷气一台抵多台用哦，是雾化机，超省电，40万一，净化空气，是负离子机，很健康哦。跟上一台可以随时移动的水冷气，只有165瓦哦，真的超省电，用得很放心哦。所以宾利水冷气会给你前所未有的12大承诺保证，定强降温，物理储能制冷原理，根据环境不同，最高可降温8度，滋润空气，瀑布式水循环冲洗，蒸发量大，喷雾加湿效果更好，净化空气，特大空气过滤网，水帘双重过滤，更有效净化空气，宁静自然。采用美国普马威克润滑电机，运转超稳定，自然宁静，人性关爱，微电脑控制，轻触按键，数码显示室内温度，掌控自如，6公尺远距离遥控，120度大角度接收，一切尽在掌控中。智能科技，定时关机。电控蜂鸣提示，关机自动记忆，健康生活，负离子杀菌除臭，油污分解，速冷飙风，创新双涡轮离心送风技术，风速每秒12公尺，保湿美容，创新喷雾功能，水分子超维系，吸收效果更好，安全防尘，无水自动警示，上下左右摆动，立体送风，净化超净，6档风速，3档自然风，3档睡眠风，静风静音，随心所欲。一通电话，立即享受清静静冷，只要1/10电费的水冷器，马上买，马上冷，马上省。宾利移动式水冷器。欢迎回到华尔街大师。好，指数今天在尾盘的时候呢，这个筹码面出现了一些变化，明天会不会出现什么样的关键转折呢？赶快再把时间交给大文哥。好，那恭喜所有三立投资人啊、哦！大户筹码前天崩盘，希腊倒债，对不对？告诉你，大户进货翻多，918翻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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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？到今天，全国投资人，你听话又是200点。那今天到了高档9300，大户有调节的动作，你要特别注意，明天势必有拉回回马枪，拉回的切入点，好不好？那这半个月来啊，大户波段的城市，大家自己看看，3趟的转折啊，又是将近700多点的行情啊。
然后再来股票，这一路来红准啦、啊，对不对？景德啦、啊，太阳能预计呢、啊，一档接的一档啊。像红准，大家亲眼见证，从7多块一路告诉你多多多多多，今天120了，全国投资人啊，所有看我们节目听话，随便你在任何一个时间买红准的，给阿里拍摄利润探景嘛，对不对？因为红准给阿里还创新高嘛，啊，那你错过红准的，跟你报告中国第二大掌握台币兆元的商机有没有？从131块，昨天告诉你哦，逆势大涨哦，162哦。今天全国投资人171啦，又是细咋扣啊啊，10张又是40万呢 啊那你要跟着大户筹码动作嘛，好不好？再来这档股票啊，富爸爸商机，好不好？那也是经过了一个底部的整理，今天才刚刚突破下降压力，那它是掌握到触控新的技术的主流商机，而且是触控大厂里面唯一获利的大厂，那他又很好命，有一个富爸爸啊！他富爸爸是谁呢？我就透露，他浮力挺身可以做30几下啊，哇厉害，哈哈，对不对？66大顺，好不好？那这档股票啊，在富爸爸的加持之下，在 iPhone 6S 即将啊提前出货的加持之下，未来都有啊庞大的一个啊上涨的空间，值得你好好的珍惜，好不好？那最重要的指数明天。这个回马枪拉回的切入点要如何操作？到底是放空还是做多？跟紧大户的资金的变化，好不好？那如何跟我们同步掌握大户资金的脉动啊？掌握大户的这个金流脉动，你才能成为市场赢家。赶快跟我们线上助理做个查询，把大户筹码带回去。好，各位分析，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节目，感谢收看，我们再会。